欣赏这首歌，来，各位掌声尖叫，欢迎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在这段路上他们五个人也是彼此工作上最好的伙伴，也是最好的室友，虽然也有一些个人的工作，但是晚上回到家就像刚刚大元讲的，总是会热情的迎接比家人见面次数还要多的工作伙伴。这些姐妹无所不谈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情绪，但是只要一合体 Popular Lady， 他们就是台上最有默契的组合。
在这么多年来啊，也创造了很多好听的歌曲，这次更有很多的突破。这张 EP 从包装、形象，还有他们的许多才艺啊，在这次的实境秀里面，大家也看到了。好，请五位视线从左边，啊，雨山啊，冰柱啊，啊，中间啊，谢谢冰柱哈，冰柱啊，来右边，好。好，现实是非常残酷的，可是残酷里面你才会有成长的机会，也希望歌迷朋友一起跟着 Puppy Lady 成长、哦、好，左边再一次，谢，辛苦了，请大家永远记住、哦、我们这段时间、哦、大元加油啊，大元好、哦、在这段时间大家从四面八方，从不同的经纪公司，从不同的角落被华谊唱片齐聚一堂。其实幕后的工作人员是最早认识 Puppy Lady， 他们更不舍，但是呢，总之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一个自我成长跟挑战的机会。好，请帮我们送上麦克风，谢谢。在宣布的倒数时刻，我们听听五位姑娘此刻的心情，也许有一些感谢，有一些不舍。